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报告，我是吴燕南。今早上望出天色好翻一啲，云与云之间咧亦都见到少少阳光。在大范围的卫星云图都可以见到，沿岸地区的云层咧亦都冇之前嘅一两日咁厚实。不过要留意翻喺雷达图像上面都可以见到，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一路都有啲雨区咧影响住广东沿岸。而在珠江口以西亦有一條的雷雨帶慢慢向東移動，大家出門口記住拎回把遮。至於溫度方面，去到今早上七點幾，各區的溫度大概就在27度左右。今天詳細的天氣預測就是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，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溫大概31度，吹和緩至清勁的南至西南風。在電腦預報圖可以見到，受到高空反氣旋的影響，沿岸地區的驟雨會慢慢少一點，見回多一點的陽光，不過就會很熱了。所以展望方面，我們預計未來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。多謝大家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，拜拜。